接着没有？啊？你在这站着吗？他不必老人呗。像胸前的大概都是异性的了吧，反正所谓人家的这个就是白的骨一直走。你这样说，他说他坏话了，笑死。那能不能？你不能说他坏话了，他听懂嘞，他听懂嘞，他听懂嘞。你不要跟他对视，不要跟他对视，不要跟他对视。修行在天地间，来到归老地，肚皮叫过天，小到我在此卜卦算命，平本是混口饭，老饭。不断是万应缘。